晚上好，我是田馥甄。你们好吗？我也很好哎，因为一刚开始出来就听到南京的朋友所有的热情，然后听到你们给我的爱，觉得好幸福哦。南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哎，真的是满满的人，满满的爱，满满爱听音乐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要知道，现场真的是南京人，然后听得懂地道南京话的朋友了，举手。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有人会听地道的南京话吗？没有。真的吗？听得懂？那我要说了，我很会南京话的哦。虽然现在外面呵气妈乌的，天气也很烦闲啊，但是多大事啊！我还不是在这正儿八经的唱歌，有没有觉得我最来斯啊？听不听得懂啊？听不懂。有没有觉得我最来斯？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听不懂。听得懂。放心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今天的重头戏，我这一段讲完之后，我今天后面就可以放心了。这是我刚刚现学现卖的一个南京的歌，你教我讲的南京话，可以吗？喝气妈屋，真的是喝气妈屋。天气是不是很犯闲？但你们的热情让这个天气变得很好，然后让我心情也很好。所以我要继续正儿八经的唱歌吗？想不想要继续听我正儿八经的唱歌？我的语调是对的吗？如果有什么不够正确的地方，再麻烦南京的朋友上微博指教我好不好？但你们肯定要用录音的方式，因为文字我大概就是诠释的程度已经就是到这边了，所以可能要你们说一遍，还是你们我说一遍，然后你们纠正我那个句子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喝七妈屋我讲的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就是喝七妈屋。对。那你们对吗？对。你们说一遍喝七妈屋，我听听看。喝七妈屋。所以对。那范闲就真的叫范闲吗？对。多大丝就是多么大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多大丝？你们讲一遍多大丝，一二三。多大丝？没有。多大丝？这样是不是？太坏了。那正儿八经我讲的对吗？对。正儿八经，你们一二三。正儿八经。哎，我讲的好像跟你们很接近。然后，所以来丝是什么意思啊？厉害，所以我怎么样？来斯。田馥甄怎么样？来斯。谢谢。太开心了，好，我心满意足了。那今天的表演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南京的朋友。开玩笑的，怎么可以？因为九月份到现在有一阵子，我自己也没有拿起我的麦克风，然后做我最爱的事情，就是唱歌给你们听。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然后把想唱的歌都在南京唱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那我可不可以唱在南京唱一首今年2019年我的作品，唯一一首新的作品，可以在南京首唱给你们听吗？现在时间会不会是可以的吗？什么歌呢？好久没唱歌，连 talking 都有点烂，还好有你们帮忙撑场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电影《深夜食堂》的主题曲《不晚》，然后这一首歌是在讲述所有的爱都有它出现跟来在对的时间，不管在何时，只要有爱都不难，只要有爱都不嫌晚。好
好，我来正儿八经的唱一下不晚。